好了，欢迎再回到108学年度中小学女子垒球联赛。四强赛的最后一场要来争夺的是另外一张啊冠军赛的门票，在前面稍早的比赛中哦，是已经由台南的安平国中确定拿下了冠军赛的门票。那这场比赛将是由五峰国中要来对上的是台南的土城高中哦，要来决定最后一张的冠军赛门票所属哦。那在前面五峰国中前场的比赛是很可惜哦，被安平国中给击败啊，哇，是一个被逆转胜。那现在是这一场比赛要来争夺的是冠军赛的门票。那现在介绍一下五峰国中先攻的打序：一棒赵雨晴，二棒张子柔，三棒赵雨涵，四棒是徐雨竹，五棒葛雍，六棒范嘉华，七棒范嘉华，八棒朱晨宇，九棒是张文。上错了。来介绍一下土城高中这边排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陈玉化，搭配捕手邱维廷；一垒手陈佩廷，二垒手陈玉轩，三垒手许元令，游击手黄银义，左外野手郭于柔，中外野手林之仪，右外野手是黄婉珊。今天土城高中在早上的比赛中是顺利的击败了另外一队是新屋国中哦，是以预赛的第三名啊，那现在要来对上是预赛第二名的五峰国中，啊，这场比赛现在正式的开始了。五峰国中这边的开路先锋赵雨晴先是站上打击区。这一球是打穿了二游的防线，那是形成了一支一垒的安打。哇，那赵雨晴这个开路先锋也是担当的相当称职。对，而且可以看在前面比赛中就可以看到五峰国中的打击火力真的是相当的恐怖。在上场对上安平国中的比赛中第一局就海灌八分了，几乎是把安平国中有点打傻了，但是最后安平国中还是展现出十足的韧性，最后是逆转获胜，取得分组第一，而且在上场比赛也是率先取得了冠军赛的门票。现在对于五峰国中来说，最希望的就是把这场比赛给赢下来啊，在明天的冠军赛中来好好的向安平国中来复仇。哇，那这边好球，这边面对的是第二棒的张子柔，连续两个好球。这一球投出是一个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两个好球一个坏球，很可惜稍微偏高一点点的位置，没有受到主审的青睐。那这一球是打穿了游击防线，那这边左野手没有办法能够拦到，那开路先锋赵雨晴现在是来到了三垒，那这是一支价值连城的二垒安打。对，可以看到五峰国中这边的跑垒观念真的相当的好，这一球其实在左外野手面前落地，左外野手稍微碰了一下，没有把球给接的确实哦。即使没有弹了很远的距离，但是五峰国中这边也是赵雨晴哦，马上看准机会跑上三垒，原本可能是一二垒有人的机会哦，因为这一次这个跑垒的推进，现在是无人出局哦，已经率先攻占了二三垒。那现在轮到的是第三棒的赵雨涵，那这也是五峰国中赶快夺得先机的好机会，二三垒有人没有人出局的情况。对，对于五峰国中这边来说，得分不算困难的事情了，但是重点是得完分之后，能不能把分数顺利的守下来啊？因为像早上比赛第一局得了八分，但是在第二局
被安平国中来了一个十分的大局，仅仅只有一个半局的时间了，就把比分给逆转过来。当时又选到了一个四坏球保送，现在是无人出局满垒，要面对的是第四棒的林佳美，也没有可以闪躲的空间了，必须要来正面和他对决了。在这边投出第一球是一个好球，林佳美没有出手。对，当然在土城国中这边呢，先发投手陈玉桦也没有去畏惧到林佳美，因为林佳美在前面的比赛中打击火力也是相当的恐怖，一上来连飙两颗好球，我跟他讲说有本事你就来打打看呐、啊，完全没有在害怕，直接往好球袋里面塞。哇，这一球是稍微有点偏高的坏球，球速现在是形成了两好球一个坏球。对，在投手拿到两个好球了，球速绝对领先之后，会有更多的空间呢，来用一些引诱球。啊，这一球打高了，球是落在了左外野手的手套。那这一球在三垒的赵雨晴是跑了回来，拿下了五峰国中的第一分。对，这一球林佳美相当可惜，有一个偏高的球，结果球棒啊切到球的下缘了。并没有把球给咬扎实哦、啊，这颗球林佳美自己没有掌握好哦。这球虽然有点可惜，但还好是一个高飞牺牲打，是有把三垒的赵雨晴给送了回来。对，至少这个开局对于五峰国中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哦。毕竟一个基本功哦，把三垒上的跑者给送了回来。那现在轮到的是第五棒的徐宇竹哦。这个投出去是一个好球，球速来到是一好球一个坏球，现在垒上分别是一二垒有跑者，目前是一人出局，面对的是第五棒的徐宇竹，这一球投出去打高了，这一球应该是一个界外飞球，球速来到两个好球。对，这一球在挥棒的时候眼睛有点跑掉了，切到球的下缘了，反方向的界外。这场比赛并没有选择让徐玉竹来先做投球任务，结果这个时候站着不动，外角的好球进垒，将打者冻在原地。哇，这边在面对满垒的危机，这边可以看到陈玉桦是没有什么畏惧哦，直接送出一个三振，抓下第二个出局数。对，陈玉桦从第一天的比赛中哦，就开始担任土城高中的先发投手。但是现在反而是有点越投越好啊！第一天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对战组合，土城高中来对上的是五峰国中哦。先发投手也是陈玉桦，这个球打在了三垒手的正面了，直接被三垒手给收进手套里面，也抓到第三个出局数，结束一局上半五峰国中的进攻。五峰国中在一局上半虽然有攻占满垒，不过最后很可惜，只靠着林佳美的高飞牺牲打得到一分。一局打完1-0，暂时领先。来，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后宫的土城高中的先发打序：一棒许元令，二棒黄盈毅，三棒陈玉桦，四棒邱维廷，五棒陈玉轩。
六棒是陈佩瑜，七棒林之怡，八棒郭瑜柔，九棒是黄婉珊。在五峰高中这边排出来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张文搭配捕手林佳美，一垒手徐玉竹，二垒手赵雨晴，三垒手赵雨涵，游击手张芷柔，左中外野分别是葛优、范家华以及朱成宇。一局上半在五峰高中这边的攻击也相当可惜哦，曾经有是无人出局满垒的情况哦，但是最后是被土城高中这边的先发投手陈玉化给顺利的化解掉，仅仅只靠着林佳美的高飞牺牲打来得到一分了。对，那现在可以看到张文要来面对的是土城的开路先锋许元宁，那现在球数来到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场比赛选择先让张文来做先发，因为毕竟前一场比赛徐玉竹面对到安平国中的比赛中哦，也是投了不少的球数啊。没错啊，这一球左外角，球数来到两好球两个坏球。这一球投出是一个哇地瓜的坏球，球数来到是两好三坏满球数。五峰高中在这一次的赛会第一场比赛面对到就是土城高中哦。在那场比赛中，五峰高中是展现了全面的压制力，7-0击败了土城高中。这一球是打在了界外，可惜差了一点点就来到界内。这场比赛是两天后，土城高中现在要来复仇，而且这场比赛对于两边都至关重要，获胜的一方将会在明天面对到的是安平国中，要来进行的是这一届赛会最后的冠军赛。这球偏高的坏球是让许元宁上到了一垒。对，而且今天在五峰以及土城这边都是一日两战，对于体力上的消耗一定会比较大一点。对，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第二棒的黄英义哦，一球投进的是好球。第二球投出去，挥棒落空，形成了两个好球。对，可以看到挥棒挥得很用力哦，但是眼睛并没有一直盯着球。这个偏低的球让黄奕挥棒落空，取得两个好球，没有坏球的绝对领先。哇，走外角，但是主审没有捡哦。哦，但是黄奕这一颗球放掉，心脏也是很大颗啊。球数来到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个投出打到的是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还是选择把球给破坏掉啊。这球投出去打在的是投手脚上，这一球二垒手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形成了一二垒有人的局面。对，垒手扑下去有稍微改变了球的轨迹哦，但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扑进手套里面。这个球打得很强劲哦，直接朝着投手而去哦，基本上唯一有守备机会就有投手张文了。哇，这一颗球没有是直接打到张文的身上。球点是点在界内，那是传向了一垒，还是选择把一垒的跑者给刺杀出局。现在可以看到跑者推进到了二三垒，一人出局。对，土城高中这边呢，在一局下半是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情况，直接选择用短打来做推进。那这边是土城高中的五峰高中的教练选择直接四坏球保送。保送了第四棒的邱维廷上垒，这边要把一垒填满哦，要在本内野这边呢来做一个双杀。现在一二三垒全部都是强迫进垒，任何一个垒包都可以来制造双杀。对，那但这同时也要考验张文的投球准确度哦，
因为现在把垒包填满，他现在就是要避免投出四坏球保送。这一球打出去是打穿了一垒的防线，那这一球应该是可以送一分回来哦。那这边可以看到土城中学是以1-1跟五峰高中这边暂平。对，可以看到土城高中感觉是有一点在倒吃甘蔗的感觉，从第一天呢、一直打到现在，反而每一天的表现都越来越好。这一次的推打打得相当不错，直接越过了一垒手的头顶。那现在依旧是满垒的状况，轮到的是第六棒的陈佩婷。上来先选了一颗坏球。那这一球投出是一个偏低的坏球。球速来到零好球，两个坏球。那这边张宏的控球要再更细心一点。这一球投出去是让陈佩瑜挥的一个空棒，球速来到一号球，两个坏球。挥得很用力哦。那这颗球在比较甜的位置没有掌握好。哇，这球挥出去，这球挥的比较高一点，球应该是落在了界外球的方向哦。可以看到进攻欲望还是相当的强烈，现在一出局满垒的情况，对于土城高中来说，这一局是一个大进步的好机会啊。这一球投出是选择出棒，那这球是打在了中外野方向，那这一球是没有办法能够把球拦下来，可以看到垒上的跑者全部被清空了，跑打者也是顺势上到了二垒，这是一支带有三分打点的二垒安打。对，这个清垒的二垒安打来的正是及时哦，哇，刚好打在了中右外野之间哦，而且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边。对，这一球的落点也是相当的巧妙哦，就让这个球一路沿着全垒打墙边一直滚。对，五峰国中现在应该是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那这边也是选择要更换投手，把投手张文以及一垒手的徐玉竹来做互换，让徐玉竹再度来登板。然后张文虽然说控球状况比较好一点，但是在球速方面并没有到徐玉竹的那么快。选择把正中的王牌徐玉竹换上来，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半局给度过。那这个时候也要来考验临危受命的徐玉竹哦，这个时候的控球情况。在一局下半，土城高中这边哦，攻势相当的凶猛哦，已经取得了四分了，反倒是4-1三分的超前。那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七棒的林之怡哦。偏高的球引诱到林之怡的出棒，球速一好一坏。那这边看换上徐玉竹有没有办法能够止血。这一球投出是打在了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球速形成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球投在了外角的位置，球速形成的是连好两坏。
是一个提前落地的坏球，球速来到良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出局二垒有人，哇，这是一个提前落地挖地瓜的坏球，四坏球保送，保送了林之怡上到一垒。一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情况，哇，这个半局土城高中的攻势哦，源源不绝哦，要看看徐宇竹，现在就是要考验徐宇竹的控球情况。哇，这球打出去打在了界外的地方哦，轮到了是土城中学的第八棒郭于柔，这感觉挥棒速度有一点点跟不上徐宇竹的球速哦，这边是不是要试着把棒子再稍微握短一点？这一球投出去是一个外角偏低的坏球，球数来到是一好球一个坏球，目前的状况是一二垒有人，一人出局的情况。对，徐宇竹现在临危受命上来，可以看到许多球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偏低的位置，哎，很多都是提前落地的挖地瓜坏球。这一球也是没有办法跟上球数哦，那球是打到了界外，现在取得球数领先的良好与坏。啊，这球投出落在外角较低的位置，球数来到了是两好球两个坏球。这球破坏掉是形成一个界外球，但是在郭玉罗这边哦，感觉是越来越接近球心了，已经打得越来越接近场内了，但是对于五峰国中这边来说，现在需要就是一颗滚地球，第一志愿双杀打，走外角，哇，结果站着不动遭到三振了。这边徐宇竹是考上了第二志愿了，直接送出了一次三振，把垒上的跑者通通冻结在原地，形成两出局，一二垒有人。那接下来轮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九棒黄婉珊，这一球投出是选择了挥棒，但是没有挥到，形成一个好球。对，可以看到很明显哦，棒子的速度还是跟不上球。啊，当然对于土城高中这边来说，这个半局希望是能够再多添几分了。哇，那这边是跟不上徐宇竹的球速哦。对，出棒有一点是被球带着跑啊，形成了两个好球。这球投出一样也是挥不到球，三球三振出局。结束了一局下半了，土城高中的进攻，不过土城高中这一个半局哦，靠着一支轻垒的二垒安打，一局攻下四分了，反倒取得4-1三分的领先。
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二局上半五峰国中的进攻哦。现在棒次轮到的是第七棒的范家华。对，五峰国中现在应该会稍微有点压力哦，因为在一开赛自己的进攻没有打出来，反倒是被土城高中这边哦先取得了四分了，现在自己还有三分的落后。要打出去是打到了界外的飞球，那球速来到的是良好球，一个坏球。那这球是选择出手，是打到了三垒手附近，那三垒手没有办法把这一颗球给拦下来，形成的是一支一垒的安打。三垒手这球很可惜哦，身体延展到最开来哦。但手套已经有碰到，手套已经有碰到球的情况，但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收进手套里面。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打者是五峰国中的第八棒朱成宇。球速来到是零号球，两个坏球。那五峰国中就是要依靠这个半局来让比分逐渐拉近。这一球是进到了好球带，球速来到是一号球，两个坏球。这个投资秩序选择出手，三垒手把这个球传向了二垒，那是把二垒的打者给封杀出局。还是选择去抓二垒哦，形成了一个出局数。再看一次刚刚这一颗球，屈前守备的情况下接球直接甩往二垒，先把前卫跑者给抓下来。是回传球稍微漏掉，走外角是一个好球，球速一好一坏。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张文，五峰中学的第九棒。张文原本是今天五峰中学的先发投手，但是在开赛球路被土城高中这边给掌握住了。那现在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投出去，张文是选择挥棒，挥棒落空是遭到了三振，这边也拿下了第二个出局数。哇，今天陈玉华的投球表现哦。和第一场在面对到五峰国中这边哦，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虎虎生风啊。对，而且相当积极的来抢攻好球带。那现在要面对到的是五峰中学的第一棒赵雨晴，那他在前面一个打其实打出了一支一垒安打。这一球偏高的坏球，让球速形成的是一好球一个坏球。这球打出去是挤压到了界外，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打出去一样也是挤压到相同的位置哦。可以看到今天陈玉桦投球的节奏已经进入到自己一个相当舒服的节奏里面了。还是五峰国中现在受制于陈玉桦的投球，打得有点绑手绑脚了。
溜头出去是一个偏高的坏球，球出来倒是两好球，两个坏球。这球选择挥棒，那是打在了游击手的前方，那这球是选择穿向二垒，造成了三人出局，那也结束了五峰国中在第二局上半的进攻，目前当然是以1-4落后给了土城中学。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二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哦。那现在棒次要轮回到第一棒的许元令。那这球投出是一个红中的好球。现在对于五峰国中这边来说，最重要重点就是许宇竹必须要把控球给稳定下来，要止住接下来的持续失分了。因为现在是本身已经三分落后，而且。在土城高中这边呢，陈玉化今天的投球可以说是投得可圈可点，到目前为止仅仅只让五峰国中这边呢获得了一分了，在自己的打击打不开来的情况下，必须要减少自己的失分了。球投出去是形成了一个挥棒落空，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两个坏球。对，现在是土城高中这边的气势相当的高昂啊。这一球打出去是打在了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球投出是一个外角的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三个坏球，满球速。这球一个偏低的坏球是让许元令上到了一垒。许元令今天选到了两次室外球保送哦，都能有效的在该局的一开始就让球队有垒包的优势。对，那这边也是在五峰国中哦，以及许玉竹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在开局第一位打者就保送上垒，那么接下来会让土城高中这边有很好的战术执行的机会，而接下来轮到的是二三四棒的中心打线。这一球是挤压到了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那现在球速来到是一好球一个坏球，土城国中这边派出的是第二棒的黄盈毅。对，黄盈毅今天挥棒的问题感觉还是一样，挥棒的动作以及姿势都相当的流畅，但是重点就是眼睛了，很容易没有跟到球。这一球外角偏低的坏球，让球速来到的是一好球两个坏球。
这一球是打在投手的正前方，但投手没有办法能够把球拦下来，那是让土城中学攻占到了一二垒。对，黄奕连续两次的打击都是中线穿越的安打，都是直朝着投手而去哦。这两次打击都是漂亮的，把垒上的跑者再往前送，而且自己也能够顺利的站上垒包。哇，这球是采取一个触击啊，但是是点到了界外。对，土城高中这边打算和一局上半一样，一局下半一样，前面两位打者通通上垒之后，第三棒的陈玉化这边上来要选择做牺牲触击啊。上次的牺牲触击是点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啊，垒上的跑者通通往前推进，哇！但是这一颗球其实点的位置不好，但是投手这边直接选择只抓一垒哦。其实这个球如果抓三垒的话，我觉得机会相当大。没错，这球点的太过强劲了。我顺利的护送了垒上的跑者来到二三垒。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土城中学的第四棒邱维廷，哇，那现在也是身负重任哦。现在二三垒有人的状况下，他能不能一球就把队友给送回来呢？对，已经担纲球队第四棒了，就是必须要在球队需要分数的时候能够来挺身而出啊。啊，结果这边要做强迫取分，点到了投手正面，但是这边三垒的跑者起跑慢了，现在是形成一个急垒的状况，而且在三垒跟本垒之间要来形成夹杀，这一次的强迫取分战术，哇，完全被五峰国中这边哦给识破，这一次的战术失败也结束了这一个半局土城高中的进攻。这个半局有一个一出局二三垒有人的得分大好机会，但是战术失败。最后以零分作收，依旧是4-1三分的领先。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三局上半五峰中学的进攻，那接下来的棒次是轮到第二棒的张子楼。我刚才在上一个半局，土城高中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战术机会，一出局二三垒有人，而且最后是选择让第四棒的邱威廷来执行一个强迫取分的战术，但是很可惜在三垒的跑者许元令这边的跑垒小瑕疵啊，最后造成是一个双杀的守备啊，自己也在三垒跟本垒之间遭到假杀出局。对，那可以看到土城中学的投手陈玉化在这场比赛真的是表现得可圈可点哦。对，目前投球是完全压制住了五峰国中，而且自己在打击上两次上来都是用牺牲触击来帮助队友推进。这一球投出是打在了三游的之间，那这球是由游击手来处理，这一球应该是来不及一个 save。哇，这一球主审还是把他的右手给举起来，是 out 哦，把跑者刺杀在一垒之前呐、啊。哇，这一个球三垒手碰了一下，减慢了球的速度，但是游击手在后面还是来得及补救。
这球打到二垒手的正面，二垒手一个不规则弹跳，弹高了起来，没有能够接好。哇，这个球打到二垒手正面比较可惜哦，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规则弹跳，突然弹高起来哦，没有能够掌握好。那现在一垒有人的状况下，轮到的是当家第四棒的林佳美。林佳美上一次的打击是一个高飞牺牲打，虽然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对于教练的期望来说，可能有点太低了一点了。身为正中的第四棒，在无人出局满垒的时候，教练一定是希望他能够一棒哦，至少扫回两分了。那现在球速来到的是零号球，两个坏球，或许他也可以选择是等一个四坏球，让垒上多填一些人哦。对，这个时候对于五峰国中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要先堆积垒包哦，因为毕竟现在比分差距三分了，其实一局哦很有机会就可以得超过三分了，只要上垒者够多。哇，这球选择出手是打在了中外野手的手套前面。那这一球是稳稳的接杀出局哦，那形成了两人出局之后，轮到的是第五棒的徐宇竹。可以看出林佳美比起前几天的状况啊，是有很明显的下滑。最近这几天的比赛中哦，打击几乎都是打到了球的下缘了，形成一些比较见高不见远的飞球，让外野手有比较好处理的机会。两出局。那这一球一垒的跑者跑了，是顺利的来到了二垒。这球打出去是打在了左外野的地方，这球左外野手已经就定位把这一球接了下来，也结束了五峰中学在三局上半的进攻，这一局依然是无功而返，以1-4落后给了土城中学。好，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三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哦。目前进攻的棒次是轮到第五棒的陈玉轩。上个半局依旧五峰国中的进攻哦，还是被今天土城高中先发投手陈玉化给挡了下来啊。哇，这个球相当漂亮哦，球速来到了两个好球。啊，现在在徐宇竹这边状况也逐渐的稳定下来哦，两边的投手互边瞄投，现在就要看看哪一边的打击哦能够先醒过来啊。这球投出是吸引到了打者挥棒。哇，那是遭到了三振。对，偏高的引诱球对于打者来说吸引力十足哦。
看一下这一个偏高的内角球是吸引到了陈奕轩来做一个挥棒。接下来轮到的是第六棒的陈佩瑜哦，他在前面一个打击是打出了一支二垒安打。对，第一局的四分大局哦，最大的功臣来了，一个清垒的二垒安打。现在球速来到的是零号球，两个坏球。这一球投出去是一个偏高的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三个坏球。这一球进到了好球带，对，现在徐玉竹的重点就是把球给压进好球带啊。这一球偏低，裁判老师没有给好球，这形成了四坏球的保送，是把陈佩瑜送上了一垒。A 出局的情况又出现了保送哦。啊，徐玉竹几乎每一个半局都有出现保送，这个球打到右半边穿越形成安打。现在又是一二垒有人的情况。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回放哦，球是穿越到一二垒之间哦，形成了一支漂亮的安打。那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第八棒的郭瑜柔。太深了，前进，前进啊！这球好球，球速来到的是两个好球。这一球一样是一个好球，是直接把郭玉楼给定在原地哦，三振出局。哇，在一人出局，一二垒有人情况，这个时候站着不动遭到三振，对于丰国，哎，对于土城高中这边来说，我相当吃亏啊。对，可以看到徐玉竹这名选手的心态是相当稳健哦，在一二垒有人的情况下，也可以连续送出三颗的好球。这一球走内角是一个好球，已经连续丢出了四个好球。接下来面对的是土城中学的第九棒黄婉珊，在上一个打席是遭到了三振。这球投高是一个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一好球一个坏球，目前垒上是一二垒有人，两人出局。对，基本上对于徐主来说，面对到土城高中这边的后段棒次，是他必须要能够稳稳的抓下来的。哇，这一球挥棒落空，来到了两好球。哇，这一局徐玉竹可以说是完全压制了土城中学后半段的棒次。这一球走内角是一个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两个坏球。对，这球内角其实位置走的蛮不错的，稍微偏差了一点点了。这一球吸引到打者出棒，是一个三振出局，也结束了三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目前仍然是以4-1领先的五峰中学。
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四局上半五峰中学的进攻。那下一棒次轮到的是第六棒的葛优。那葛优在上一个打席是遭到了飞球接杀。那这边球数是形成了一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投出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好球。这一球打者挥棒，那是直接打在了游击手的手套，接杀出局，形成了一人出局。哦，横移的速度相当快，在球落地之前哦，来得及跑到定位，把球给收进手套里面了。那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七棒的范家华。哇，这一球是一个好球。这一球进来也是一个好球，球出来到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打出去是打穿了一二垒之间哦，那这一球右野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能够把球接下来。啊，这一球右野手这边比较可惜，因为球滚动的速度比较快。那右野手这边如果接到的话，其实是有机会来做一个九传三的。但是很可惜，漏了一下之后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哇，这球好球！这边要面对的打者是五峰中学的第八棒朱成宇。这一球投出去偏高的坏球，哇，这球打出去是打在了左外野手上空，这球稳稳的接杀出局哦，形成了两人出局。现在打击是轮到第九棒的张文，第一个球好球。又是很顺利抓到两出局哦。那这球是一个外角偏低的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一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挥棒落空，球出来到了领先的两好球。哇，今天到目前为止，五峰国中真的对于陈玉花的投球一筹莫展，感觉完全找不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这个打出去是打在了中外野手的领空，那这一球是没有办法能够直接接杀。那这边范家华是趁机来到了三垒。这个球刚好是因为左打的布阵，所以中外野手守的比较靠右外野，啊，这一球刚好推到中外野手原本的守卫附近，如果没有做布阵的话，这一颗球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接近手套里面的。哇，这一球好球！现在要面对的打者是五峰中学的开路先锋赵雨晴哦。你看现在陈玉桦也是暌违已久，又再度遇到了失分的危机。这球打出去是打高了，在哇哇，一垒手这个接球接的还是很陡啊，
不过最后还是把第三个出局数给接进了手套里面，结束了这一个半局五封国中的进攻，虽然是攻占了一三垒，最后无功而返，依旧是1-4三分的落后。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四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哦。啊，上一个半局五峰国中这边哦，很可惜啊，已经攻占到了一三垒，但是最后无功而返，并没有能够拿到任何的分数。今天还是持续的没有办法突破陈玉化的投球。对，那这边打击又是轮回到第一棒的许元宁。现在球数是一好一坏，那看到投手把这球投出，是吸引到打者挥棒，挥了一个大空棒哦。现在球数来到的是两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是打在了三垒手的防守区哦，那是稳稳的传向一垒。他是把许元令给刺杀在一垒前面，形成一人出局。对，这一球即使三垒手守的比较浅哦，不过还是可以有相当多的处理时间哦。对，这个球刚好找到了三垒手的手套哦，还有时间垫步再往一垒传。对，但是可以看到三垒手垫步的脚步哦，实在是踩的比较杂了一点哦。可以看到林佳美的 framing 也做得蛮不错的，这边走一个外角，再先拿到一个好球。那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黄盈毅，哇，这球是打在了投手附近，那这球投手没办法拦下来，是由二垒手来传向一垒手刺杀了黄盈毅在一垒之前。对，今天三颗球，三次的打击啊，全部都是打向投手方向。这一次打得比较偏二垒一点，让二垒手有守备的机会啊。接球甩向一垒、啊、还来得及啊，抓到第二个出局数。哇，现在双方真的是投手都渐趋稳定了、啊，都把对面的打者给吃得死死的。那接下来的打击是轮到了土城中学的第三棒，也是今天虎虎生风的陈玉化。陈玉化今天虽然说摆在第三棒哦，不过更多是用来做辅助推进的。这一球好球，球速来到是一好球一个坏球。今天最重要的价值啊，展现在投手丘上，几乎完全封锁了五峰国中的打线啊。看一看五峰国中上场比赛跟安平国中战的天昏地暗哦，双方都打下十几分了，就这场比赛被封锁住，到目前为止仅仅只得到一分了，可以知道陈玉化现在投球状况有多么的好啊。这一球偏高，是一个坏球，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两个坏球。哇，这一球挥空三振出局，是把陈玉化给三振掉，也结束了四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这一局无功而返，是以4-1领先五峰中学。
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局上半，由五峰国中的进攻。那现在打击是轮到第二棒的张子楼。哎，现在两边投手都已经稳定下来哦，抢好球速的能力哦，都相当的高哦。对，已经连续三局哦，就是两边都没有任何分数进账。那这一球是打在了游击手的防区，稳稳的传向一垒。这一球是 out， 把打者给刺杀在一垒之前。那一上来又是相当轻松写意的，就先抓到了第一个出局。这一球偏高，面对到的打者是第三棒的赵宇涵。这球一样偏高，形成了两个坏球。这一球进到了好球带，形成了一好球，两个坏球。对，即使前面球速落后，陈玉桦这边也马上给修正回来啊。现在形成的是一好球，三个坏球。这边就看赵宇涵有没有办法发挥一下。啊，是选到了四坏球，上到了一垒。那这对五峰国中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对，至少陈玉桦这边投球终于有一点点破绽露出来了。那在许久没有保送之后，送出了这个保送，现在土城高中的教练要喊出暂停来到场上。但应该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更换投手，只是上来稍微安抚一下投手的情绪啊。暂停过后，场上依旧是陈玉桦来做投球，但现在打击轮到是五峰国中的第四棒林佳美。暂停完后一回来，第一颗球就是好球。这一球打出去是打在了三垒手前面，那三垒手是把这一球稳稳的传往二垒，那是拿到了第二个出局数。对，这边选择是稳定下来，一个一个抓哦。林佳美这一颗球打得蛮强劲的，不过位置不好，正好在三垒手的正面。那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五棒的徐宇竹，这一球打在了中外野手的领地。哇，那这一球中外野手没有办法把球拦下来，可以看到一垒的跑者目前是已经准备回到了本垒，那徐宇竹也准备上到了三垒，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三垒安打。哇，这个中外野手的失误，这个失误就大条了，看起来已经就定位了，结果球打到手套掉出来，原本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半局的陈玉桦，现在是多掉了一分了，而且现在是要面临到三垒有人的情况。对，可以看一下这一球，以为中外野手已经就定位，但是球硬生生的从手套的上方穿过去。对，那接下来就要来注意一下陈玉桦的心情呢，会不会有受到影响哦？本来两出局，这个飞球已经要结束这个半局了。这一球好球，球出来倒是一好一坏，面对到的是五峰中学的第六棒葛优。啊，投手这一球投出，葛优这边是挥击找到了三垒手，三垒手这边要选择传向一垒，是稳稳的刺杀了葛优，也结束了五峰中学在五局上半的攻势哦。目前是以2-4落后两分，再给土城中学。
好，接着要进行的是五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哦。那在上个半局，五峰中学是攻下一分，将比分缩小到了两分差。对，很可惜，其实陈玉桦已经做了他最好的表现了。最后那一颗球也是让徐玉竹打成一个中外野的飞球。其实中外野手已经锁定住了，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把球给接近手套里面，一个失误，反而都奉送了一分。现在两边只剩下两分的差距，比赛也即将进入到末段了，已经来到了五局的下半。现在土城高中哦，最希望就是能够再多添分数，因为两分差对于乙组的比赛中来说是比较偏少了一点。对，那现在面对到打者是土城中学的第四棒邱维廷。那这一球偏低的球，让球速形成了一好球两个坏球。这球好球进垒，是形成的满球数。哇，这一球偏低的球是选到了一个四坏球，那邱维廷这边是可以上到一垒。对，徐玉竹这边的老毛病又出来了。就是开局面对到第一位打者就先送出保送，这对球队接下来的守备来说也会比较有压力一些。哇，那这一球偏高的坏球是吸引到打者出棒，面对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五棒陈玉轩。这球是一个偏低的坏球，球速来到是一好一坏。哇，这一球也一样是一个偏高的坏球，吸引了打者出棒，球速来到的是两好球一坏球。对，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忍住对偏高的球的诱惑。哇，这一球主审是拉弓，陈玉轩是站着被三振，今天吞下了两 K。对，自己看的感觉，感觉是比较偏外角，所以放掉。但是主审觉得有通过好球带哦，站着不动直接被拉掉，是相当可惜哦。那一出局跑者也是停留在一垒上了。哇，这边徐玉竹是连续飙出了好几个好球，面对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六棒打者陈佩瑜。这一球走外角，啊，这球走外角没有捡。那现在也应该在徐玉竹这边了，可能也不太敢把太好的球投进来给陈佩瑜打。这一球打出去是打穿的一二垒。哦，右外野手这一颗球，哇，可惜了。这个球第一时间如果传一垒的话，陈佩瑜因为脚程比较慢的关系哦，这个第一时间如果传一垒是可以抓得到了。但是右外野手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来不及了。那接下来打击是轮到第七棒的林之怡，第一球是一个内角的坏球。这球选择出棒是打又打在了一二垒之间，那这一球右外野手没办法处理，那是形成了三垒的跑者可以跑回本垒的情况哦，那这一边是5-2，土城中学这边是添得了一分。对，而且可以观察到，就是在不管是哪一支球队哦，基本上在内外野之间的转传哦，很多都喜欢做一个很短的短传，
就是中间在做一个相当短的短传，会浪费掉很多传球的时间了。再看一下刚刚这一颗球，而且一垒手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三垒的跑者是要往本垒冲的。不管什么时候接到球之后，要随时注意其他的跑者，并不是只顾自己垒上的那个跑者而已。现在轮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八棒郭宇龙。那郭宇龙在前面两个打席都是吞 K 哦。这一球是挤压到了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球速依然是良好球，没有坏球。目前场上的情况是一二垒有人，一人出局。哇，这一球挥棒落空哦。回来了啦！球速很快来到两个好球，没有坏球啊。这应该是直接被三振出局哦。啊，在这个时候，土城高中这边也选择更换代打，换上是背号16号的陈小林。现在两边的分数差距是三分差，来看看这一次的代打能不能收到功效。这球是挤压到了界外区哦，形成了一好一坏。这一球挥棒落空，球速来到的是良好球，一个坏球。这一球外角偏低的坏球，让球速形成了良好两坏。在徐宇祖这边哦，还是没有乱了阵脚。依旧是能够稳稳的把球给送进了好球袋。哇，这球投出走内角是站着被三振，代打上来的陈小林是遭到三振出局，结束了五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这个半局土城中学是攻下了一分，以5-2领先的五峰中学。
好，现在要进行的是六局上半五峰中学的进攻哦。那这一球是打出了一支穿越安打。对，五峰中学这边剩下第六局、第七局最后两个半局的反攻机会，但是这边也是第一位打者上来就先把握住，打穿了一二垒之间。今天五峰中学的第七棒范家华表现相当优异哦，三次都打出了安打。对，但是在投手丘上的陈玉化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夫当关了，先发投了五局，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掉了两分而已啊。这球投出去是一个坏球，球速现在来到是一号球，一个坏球。这球一样是一个偏低的坏球，球速来到是一好两坏。偏高的坏球也没有能够吸引到打者出棒，球速来到是一好三坏。哇，来到六局上半，这边一开始有遇到一个小乱流，那这边投捕之间要来做一些小沟通哦。对，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再出现坏球的话，将会直接形成是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了。那这样对于整体的守备以及投手的心理压力啊，都会比较大一点。好，那这边比赛重新开始，球速现在目前是一好三坏，这一球投出一样是一个偏高的坏球，那这边是保送了朱成宇上到了一垒，形成了一二垒有人无人出局的局面。那么这个时候土城高中的教练要来喊暂停了。哇，五峰国中哦，在沉寂到第六局上半哦，终于出现了一点反攻的契机啊。现在是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想要来看一下五峰国中接下来会不会采取一些什么战术哦？土城高中这边哦，首要任务就是陈玉化能不能够及时的稳定下来啊，找回像前面的投球那种感觉啊。好，那现在比赛重新开始，现在目前要轮到的棒次是第九棒的张文。张文在上一个打席打出了一支一垒安打，在这边上来就是先是一颗好球，这一颗偏低的坏球没有能够吸引到打者出棒，球速来到是一号球，一个坏球。投出是一个好球，经过了一个暂停之后，可以看到陈玉化的控球稳定度有上来。对，稍微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呼吸以及摆臂都再调整到定位啊。哇，这球打出去是打穿了三游防线，那这一球是形成了满垒。哇，那这一局应该是五峰中学应该要有一波大的攻势来喽。哇，这游击手比较可惜哦，游击手想要直接在定位。把球给直接接近手套，但是如果这一颗球是选择再多移半步过去的话，是可以直接把球给接近手套，而且有机会可以抓到垒上的跑者的。对，这球可以说是个人的判断失误。对，太想拼了，想要拼一个双杀，直接接近手套再杀原本垒上的跑者。没错，那现在打击要轮回到了五峰中学的开路先锋赵雨晴哦。赵雨晴在前面的打击表现也相当不错，这边是陈玉化要特别小心了、啊。这一球偏高的好球，球速来到是一好一坏。这一球偏高的好球，应该是让球速来到了两好一坏。对，现在只要把球送到外野就可以得分了，在无人出局的情况，这个
情形呢，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一球打出去是打在了界外区哦。现在五峰中学最不想看到的，应该就是三振。球投出是打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是直接是内野高飞必死球，判定出局啊！哇，这个时候没有能够为球队建功啊！内野的高飞必死球，现在一出局，跑者又全部都冻结在垒上。可以看到五峰国中其他的球员哦，在场下也十分的紧张啊，因为这一局是开赛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啊！哇，这一球稍微有点高的好球，现在打者轮到是第二棒的张子楼。这个打出去是打在了游击手手套，传向二垒。那这边五峰中学是得到了一分。对，这边没有想要急着去做双杀、哦，反倒是稳稳的抓到二垒这一个跑者，把三垒这一分让给他。对，那现在比数是来到了5-3，目前是一三垒有人的情况，两人出局。打击轮到了是第三棒，今天表现不错的赵宇涵。对，当然这个时候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毕竟比分差距只剩下两分了。啊，这个时候一三垒有人，一垒上的跑者肯定是会直接往二垒来做推进了。捕手也没有选择传球，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现在有机会啊，是五峰国中这边一棒把比分给追平。这边就来看一下赵宇涵的发挥，这一球打高了，是在左外野手的防区，这一球稳稳的接近手套。是把比分控制在了两分，那五峰国中在这一局是斩获了一分，目前是以3-5落后了土城中学两分。好的，那这边要进行的是六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哦。那现在进行的是第一棒的许元令。对啊，在上一个半局中哦，土城中学真的是惊险的守下了上一个半局哦，差一点点就有机会被五峰国中这边直接给追平了。
但最后还是顶住压力，把第三个出局数给稳稳的拿下来。比分差距还有两分差。哇，那这一球是追着坏球打，球速来到的是两个好球。哇，这种偏高的球真的是很容易吸引打者出棒。对，没错。这一球挤压到了界外，是没有办法能够把球接下来。而且尤其今天在五峰国中的投手徐玉竹这边哦，又是一名球速比较快的选手，所以对于打者来说反应的时间比较短啊。看到高球急着想要出棒，根本没有时间可以选球。这球打高了，是在内野上空，投手直接把球接了下来，形成一人出局。哇，那五峰国中要好好把这个半局给守下来，因为接下来那个半局就是他们最后的进攻机会，现在没有办法再让比分扩大。对，已经只剩下七局上半的最后反攻啊。这一球走外角偏低，没有办法吸引打者出棒，面对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二棒黄盈毅。这球打出去是击到了，穿过了二垒，穿过了二垒手，那是找到了右外野，那是形成了一支一垒安打。对，幸好右外野手这一球横移的速度相当快，没有让球来漏到了本全垒打墙前啊。哇，这一球挥击也是相当的漂亮哦。对，可以看到右外野手这一个球移动的速度相当快啊，把球很快就拦了下来。哇，这一球选择到二垒，这一球可惜没有能够把球接到手套。哇，这一球林佳美已经传得相当的到位啊，很可惜有几手急着想要做 take， 没有把球给接好。对，那是让跑者上到了二垒，目前是一人出局，二垒有人的状况。哇，这个球刚才应该是打到有几手的胸口，所以现在还有点在隐隐作痛。再看一次刚刚这一个球，先打到了手套，再弹回胸口。那现在打击是轮到第三棒的陈玉化，目前的球数是两好球，没有一坏球。投手投出是一个正中的红中哦，是把打者定在原地，三振出局，形成了第二个出局数。哇，当然面对这种红中的直球，连破坏都不破坏，这样子直接放掉，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呢？对，而且现在是二垒有人，仅仅只有两分的差距哦。就五峰国中打击的强度来说，这两分了、真的很有机会一局就直接追平，甚至逆转了。没错，那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四棒的邱维廷。那邱维廷在今天也是选到了两个保送。哇，这一球也是好球，走在内角，目前形成了两个好球，没有坏球。徐玉竹好像越投越带劲儿，连续的好球连发。那我们就来看他这一球，然后要裁定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出棒过半。这边裁定是没有，棒子有忍住，球速来到两好一坏。这一球偏高的坏球没有能够吸引打者出棒，球速形成的是两好球，两个坏球。对，这次就没有被吸引到，很好的把棒子给忍住。这一球投出是在内野较高的坏球，内角较高的坏球，球速形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这一球刺激了，这一球是一个外角较低的坏球，形成了一二的有人的局面。哇，现在徐祖压力又比较大一点哦。
自己这边只剩下七局上半最后的反攻，所以这个半局肯定一分都不能再多掉，不然下一个半局自己的反攻机会压力将会变得很大。那这边在土城高中这边也选择换代跑，哇，这一球好球！现在面对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五棒陈玉轩。最后投出去是一个偏向外角的坏球，球速来到是一好一坏。目前垒上一二垒有人，两人出局。哇，这一球是直接打在了，哇，这一球是穿过游击手。那这一球可以看到土城中学的跑者是回来得到了他们的第六分。哇，这一球相当可惜啊。对，真的是要命的失误，本来已经觉得要结束了这个半局，准备要来进行下一个半局最后反攻了，结果游击手在这个时候掉链子了，突然一个火车过山洞啊，让土城中学在六局的下半突然再添一分了，现在比分差距又再度来到三分差了。哇，这一球真的是有点压败啊。哎，希望徐玉竹这边哦心情不要受到影响啊。那接下来的棒次轮到的是土城中学的第六棒陈佩瑜。陈佩瑜今天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哦，有上到了三次垒包。这一球打出去是打在了二垒手前面，这球传向一垒来得及吗？这一球是来得及，刺杀了陈佩瑜。哎，结束了六局下半土城中学的进攻，这一局土城中学是获得一分，以6-3领先的五峰中学。好，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七局上半五峰中学最后的进攻哦。那最开始轮到的是五峰中学的第四棒林佳美。对，在上一个半局原本以为六局下半就要这样安稳的度过，哇，结果这个时候林佳美咬到中外野，中外野手把他接进手套里面，哇，已经咬得很扎实了，但是中外野手这一次没有再错过。哇，这球非常的可惜哦，林佳美这球已经咬得相当不错，可惜中外野手已经就定位。对，差一点点就是一个欧巴的球。那中外野手这一个球伸长了手臂，最后把球给捞进手套里。哇，这球要是没有捞手臂，一定是一支至少二垒以上的安打。对。哇，那这边剩下两个出局数，要得三分，就看五峰中学有没有办法创造奇迹哦。对，现在土城高中距离冠军赛的门票仅仅只差两个出局数。那现在轮到的是五峰中学的第五棒徐宇竹。哎，上个打席他是打出一支三垒安打。对，上一个打席就是徐宇竹打到中外野方向，中外野手一个要命的失误哦，让土城高中这边哦多掉一分哦，结果这一个半局
中外野手这一次就没有再 miss 掉了。那现在球速来到是一号球，两个坏球。那这球投手投出是吸引到徐宇竹出手，那这一球一样也是找到中外野手，中外野手稳稳的把这一球给处理下来，形成了两人出局。哇，再一个出局数抓到就可以让土城中学进入到了冠军战啊。哇，看来中外野手是越到关键时刻啊，注意力越集中啊，在重要的七局下半连续两颗球都找上他，通通没有放过，全部收进手套里面了。这球好球，面对到的是雾峰中学的第六棒打者葛优。哇，葛优现在也是责任重大哦，现在势必要上垒。这个球挥了一个大空棒，现在土城高中距离108学年度的冠军赛啊，仅仅只差一颗好球的距离。哇，现在就看陈玉桦有没有办法顶住压力哦，带领土城中学进入到了冠军赛。这一球投出是打在了界外，哇，还好，碰成了一个界外球。这一球是走在一个内角偏高的坏球，球速来到了两好一坏。这一球是打在了三垒手，三垒手没有办法把这一颗球给拦下来，再传一垒已经是来不及了。哇，现在葛优是站上了一垒，对，哎，让五峰中学还有一线生机哦。那三垒手这一颗球，当然这样子的决定了，绝对是正确的。基本上第一时间接球的时候没有接好，要再传了，来不及就不要再传了。对，这球可惜手套摆的位置比较低了一点哦。陈玉桦这边一上来，面对到下一名打者，又是先一颗好球招呼过来啊。那现在面对到打者是今天三次打击就打出一垒安打的范家华哦。这球投出去又是一个好球，哇，连续两个好球。越到紧张时刻哦，表现越好哦。那再来看范家华有没有办法创造奇迹，这一球投出去，是打在了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现在两个好球，没有坏球。这一球，这一球是一个不死三振哦。现在只要把球传向一垒就结束了。哇！结果最后范家华还是遭到了三振出局，再见三振。土城高中靠着这一次的再见三振啊，中场是以6-3啊。收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对五峰高中、对五峰国中这边哦，进行一次甜美的复仇哦。最终是下课上哦，以预赛第三名来晋级哦，最后击败预赛第二名的五峰国中，取得了下一张冠军赛的门票。对，那我们这边也恭喜土城中学，可以在明天来对上的是台南市的安平中学哦。那在落败的五峰国中这边哦，将在明天的比赛中哦，先来面对的是来自桃园的新屋国中哦。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就到此结束，明天将有两场精彩的季军赛以及冠军赛要来带给各位观众朋友，那请观众朋友明天持续收看，我们今天的转播工作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见咯，拜拜拜拜。